其实这次能讲这个零用三这个问题啊，自由时报那个有在上海啊，有什么中资不中资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一个问题叫做什么？还是跟锁那个封闭的那种关系，就是啊，不管你是林鸿山、自由时报这边啊，或是国民党这边啊，就是对岛内都会有一定的程度的封闭嘛，你不让人家看到外面嘛，对不对？主要是这个问题啊。这林鸿山他们那个做这个大事业的啊，告诉人家什么台湾独立、台湾独立啊，一边一国什么，结果自己在上海有生意往来嘛，就是跟中国大陆人呢、啊、都很好，对不对？你在岛内说我他们是中国，我们是台湾人，可是实际上呢，到那边又很好，对不对？是这个问题，是凸显一个封闭不封闭的问题。那国民党也是啊，国民党这老是说人家大陆不好啊，大陆寻妻的寻妻啊，都是搞一些很后面的小地方啊，可实际上不是嘛？实际上你真的摆出来大陆好的要命嘛，对不对？不像马英九讲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是毋庸置疑的，对，马英九不是讲过吗？实际上不是嘛，中华民国只是一个，对不对？这一带一个什么偏安政权嘛，一个小岛而已嘛。对不对？这整个大中国早就已经跟中华民国已经无缘了嘛，这是国民党没办法面对的，对不对？其实这林鸿山这个问题啊，主要还是一个你们把人民封闭起来的问题，不是光这个自由时报这边问题啊，就是整个不管你是民进党这一块啊，或是现在那个泛蓝这一块啊，就是对大陆啊，都是啊，里面讲一套，外面其实实际情况是一套。不太能面对真实的中国大陆，对不对？这个才是问题。所以，这个林鸿山这个问题啊，主要这个叫什么？凸显的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有没有封闭这个岛民啊？蒙一个愚昧那个蒙蔽啊，蒙蔽一个大众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才是真正的。不管你是林鸿山自由说这边也好啊，这马英九这边说。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啊，对，中国一样。主要是啊，你能不能面对一个原来这人家这个中国大陆是很好这个一个有没有把人民这个蒙蔽起来的一个这样的问题？不管是自由时报或是泛蓝这边呢、啊，马英九这边都是一样。主要凸显的是有没有把人蒙蔽起来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跟这个林鸿山本身啊，是不是个大地主啊，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人家就是个大生意人嘛，你不管他是地主啊，还是卖电话的都一样嘛，就是个大生意人嘛，对不对？就是个大商人嘛，他的钱财富也是累积起来自己攒起来的啊，对不对？也没什么毛病啊。主要这个凸显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哎，突然一个防线被打开了，是不是？一个防线被打开了，不管是自由时报这一块啊，或是这马英九这边国民党这一块啊，哎，一个防线被打开了，大家都看到了中国大陆一个真貌，对不对？这才是一个重点，这才是一个重点，并不是说林鸿山这个人啊，这个什么攒这么多钱呐、啊，这个。炒个地皮有什么样的罪恶？不是，主要是一个什么？一个打开了，哇！大家看到了，哦，原来中国大陆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情况？不是老是像电视上播的大陆寻奇啊，都是那个小水沟，有没有？哇，对，那不是中国大陆真实情况。